必须要讲哦，多会今天会来，我们发出有邀请哦。其实一切安排都是青年局在规划，所以是一伟局长要的，不是你要的，是你讲的。是啊，局长对，都这么说。我想他当然会希望今天的整个青年局揭牌能够顺利、热闹，也让各界能够知道接下来我们青年局业务整个推动的方向。走，今天膝盖没问题吧？回家没有算盘。昨天为什么？因为你昨天见林香，我看你就是表情非常的丰富，而且笑容满面。没事没事，回去很好。这个昨天很高兴哦，能够参加魏全龙他们开届记者会。那当然现场也见到了几位球员，还有看到了几位新加入应援团的小龙女。那当然也看到林香。那昨天回家，太太当然有看到新闻，就问我说：“哎，昨天怎么样？”我说：“都很好啊。”然后下一秒，他就把三宝丢给我，哎，去喂奶。那有看到彼此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吗？那太太看到这个画面有生气吗？那大宝有没有很羡慕？不会，太太他就说：“哎，这个既然身为龙迷啊，对于中华职棒的支持很好。”那他也说应援团都很有热忱，很有热情，有活力哦。林香也很漂亮。那大宝得力，他当然也很高兴啊。我想未来他也会很希望说有机会进场看棒球赛。我是宣分，市长，那下午会霸气的宣誓自己是宣分吗？当着林香的面，你这是陷阱题吗？下午会尽量看看太太，不要看直播啊，或者是他会看重播。不会啦，你说霸气的宣布我是宣粉哦，我已经很早就讲了我是宣粉了。但当着林香的面就不一样。我还是可以大声的说，我是宣粉，我是宣粉。像今天是妇女节，会怎么慰劳太太？下午要见到林香，有没有先跟太太报告？我还没有跟太太说哎。那你开心吗？下午跟林香？我开心啊，因为我是魏全龙迷。对，那。当然，我从职棒元年开始就是忠实的球迷。那今天当然更高兴是以市长的身份出席。我们非常期待新球季即将开打，因为我们优卡公司跟魏全龙今天会发联名卡。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民众来关注我们棒球运动，来关心中华职棒整体的发展。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都可以进场来欣赏到我们的职棒赛事。林香要成为小龙，你昨天看到你亲自留言，太座会不会生气？大家都知道我是资深的龙迷哦，我就是龙迷，这跟是不是乡民没有关系。好，那所以绝对是支持魏全龙各方面，不管是球员、球队，还有他的应援团。那当然我是宣迷，是放宣的宣，宣粉。那昨天我必须要讲，这个留言是英伟去留言的，好，所以这件事情边有头债有主，好，所以我想英太太应该要请发言人好好的向他交代，好，所以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出来郑重说明，我是宣粉。好，多会要送上的是哇，印有他本人吗？是哎，多会要不要帮我们？对，他送上的是我们魏全龙的这个毛巾。好，我们先看向前方，我们来一张合照。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友人都会送上的礼物。那当然呢，礼尚往来，我们的英伙伴，我们的英局长呢，也要送上我们的青年局这次特别的纪念商品。好，那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将纪念商品交给我们的局长。好，这次要送上的是我们的纪念商品，我们的帆布袋。对，我们上一下麦克风，对，麻烦了，谢谢。包包，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虽然我去介绍一下，对，简单介绍一下，有一顶帽子，对，我们青年局的帽子，青年局的贴纸，对，以后你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来分享。现在局长帮我们介绍的是这一次今天的来宾应该都有拿到我们青年局的纪念商品，里面呢有我们的帽子，然后有贴纸，然后我们的徽章等等的，上面都印有我们青年局的 logo。 哇，亲自帮我们戴上。好的，我们来，那多会戴上了我们青年局
的帽子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再一张合照？我们可以看向前方的摄影镜头。好，举手哦，轻点一点哦，轻点一点。好，左边，右边。非常感谢多慧。那多慧好像有一句话想要对我们青年局说，是吗？大家好，我是李多慧，见到大家很开心。局长可以稍微帮我们的舞台下方移动，非常感谢。中职35年球季开幕战，今日在台北大巨蛋点燃战火，卫冕军卫权龙对决乐天桃园。开幕战门票销售已突破25000张，而卫权龙不仅在球员阵容上进行强化，更邀请到前乐天女孩林湘和李多慧加入啦啦队小龙女，吸引了不少球迷，为开幕战注入了更多的活力。